大家晚上好啊，我的名字叫 Alan。 Alan， 我要想知道看你加入富翁是多久了，为什么你会选择富翁呢？ OK， 我加入富翁才是短短的一年了，其实我在这个行业也是属于新人了。 OK， 但我加入富翁，我觉得它的平台给我一个很自由自在发挥的机会，所以我也很感谢所有富翁的同事们给我很多的协助与帮忙。那 Alan， 你本身可以 share 你的成功的小秘诀是怎样在这个疫情的状况怎样突围而做了跟人家不同的？ OK， 我在这个疫情里面我就是没有去想的太多了，只是去做，我也没有去放弃所有的机会了，有我就去做，有我就去做，我没有去想很多东西了。那 Alan， 你的得奖感言会是怎样的呢？得奖的感言，我就是很幸运的有一班很好的朋友，去一直在旁边去指导我，给我鼓励，所以我短短在这一年，我也很意外能够拿到这个奖。在这边我也要特别提提一个我很好的伙伴。就是雪莉，他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谢谢。